Hello， 大家又系我啦，开始做咩解围？好啦，咁咪今日咧就 Flappy Bird 嘅第一新视角系咪啊？第一新视角，即系用只雀仔嘅眼球嘅视角去玩呢个游戏啊！好啦，之前我偷玩过一两次，所以见到个成绩有两分咁多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咧我就介绍大家玩一只 Flappy Bird 嘅第一新视角游戏啦。咁如果阵间想知道边度下载嘅，我就下面简介会有条 link 噶啦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就开始挑机啦。咁我哋玩电话咧就嗱，哇龙，好大声，做乜细声啲啊？哇好大声啊喂，点做到啊？细声啲先，吓死人啦！嚟个细声啲，吓死人啦！好，好难玩，嚟个细声咗啦咪？得两分吓，喂咁都算好难玩啊喂，飞啊飞，点解会撞两下？明明撞咗一下啫，一分啊，哎呀好难玩 ，OK 两分，第三个喺边啊？喂咁搵唔到个窿喺边啊 ？OK 飞，喂呀死够未啊？我唔想再死啊，喂！零分啊 ！Oh my god， 已经固定咗啲位置噶啦，好难控制。OK， 就系咁空白键啫，玩呢个游戏。我点样去两分噶？有人话我知。我睇唔到个高度系佢个头咧，嗰个位系大约几多啊？喂，好难玩啊！喂咯，哇，急停，得咗，高手入去，我就见到有人又冲落去，第三关系。Oh my god！ 你先系再死啊，再死将里面 KFC 嗰啲鸡啊，捉你嚟烧噶。OK， 得掂晒，我去飞多下。哇，急停！哇，喂，唔系讲笑，四分，掂啊！唔知突唔突破到双位数字咧？唔系咁易啊，睇个势，攞埋个，好，你个，开始已经语无伦次啊 ，OK， 落去，急停，上翻去，哇，控制到，攞，哎呀，控制到噶啦，攞嚟个，好似俾人冚咗好多把已经，砰，心平气和玩啲 game， 先要笑住口玩，今日天气几好啊，望下出面嘅环境，跌一下，跟住急停，咁一下，得咗，慢慢飞，系啦，系咪成功咗嘅啦？佢系得四分，我先充满笑容咁玩，笑，死都要笑，笑住 ，OK， 得，急停落去，咁一下，哦 ，OK， 笑，世界真系笑得真奇妙，喵 ，OK， 落去急停。咁一下，好开心，有打机好开心，去催眠一下自己，咁就唔会暴躁啦，保持心境开朗，人都会靓啲，笑就打机，得咗嗱系咪啊？冇输啊！听我讲嘅话，都系得四分啊，咩事啊？好似俾人虾咁，而家有咯。吓，做咩弹埋我出去啊？我仲玩紧噶，嚟个，你逼我认真噶。啊，应该冇得输啊。其实唔知点解系咁输，冇理由得四分噶，以我嘅天分，冇可能噶。得咗，落去急停，咁两下。No， 咁多下，哇！我仲要过到添。走，犀利，落紧啦！哇，好难啊！第三下真系觉得好难控制到啊！即系你要捉个 timing 捉得好好，捉个 beat，yes beat。如果 beat 捉得唔好咧，就搞唔掂噶啦，成日都好过分。捉到个 beat 先 ，Oh my god！ 捉 beat，yes，come on，give me the beat。
No no yes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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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我想讲咩 ？OK 唔系 yes 就系 no 噶啦。我仲话咁都冇事，边个设计呢啲游戏噶？第三分试过玩英兰啦，而家仲要第一身，我仲要连佢个头都，佢个头几大我都唔知啊！又第四，又第四关，每次都第四关，好头痕添，每次都第四关。都系第四关，点做到？都系第四关。哎呀，捉到个 bit 啦，见唔见到啊？啱啱头先两三次都连续过到开头嗰啲关咧，捉到个 bit 啦，已经系咪啊？一讲完捉完个 bit 咧，而家系咁死咯，咩事啊？你唔同我讲嘢，呜。明明差啲见到第五关，差个0.1 cm 就过到第五条柱，又输咗。唔好再死啦！我想打机啊，好冇啊？何苦再受罪？唉，我咪要合埋眼嚟打机，会唔会劲啲啊？试下先。即刻撞咗埋条柱度，捉个 bit， 一 ，one two more three more four more yes this bit no， 认真啲，认真啲，认真啲，识唔打机啊你 ？Give me the bit， yes just do it， let's go， OK， I get it， yes， no problem， 好第五关，呜。第五关，第五分，呜，哇，呜，哈，犀利！边个话我唔得噶？啊，过唔到三位数啊 ！Oh my god！ 哇，好难玩，玩得多发觉系会崩溃嗰只，因为呢只仲难玩，睇唔到佢个头几高啊。虽然望落就好易，但系你玩落去就知噶。其实咧，佢每飞起嘅力度咧，关于你咁空白键嘅力度，好似有少少影响。即系有时会跳得好高，有阵时跳得好矮。如果中意玩呢个游戏嘅，就下面简介度下载啦。同埋如果中意我呢条片嘅，就记住 like 出去啦。同埋你真系好中意嘅，就 share 出去啦。咁系咯，我哋之后睇下仲有咩游戏可以玩啦。咁我哋今集系咁多啦，之后就再见啦，大家。好啦，希望下一条片都再见到你啦，拜拜。